还有第三节，赶快解释三节再丢。差点吃到雪花。我今年呢一定飞。哇哇哇，好棒哦！佑轩你都不客气，你直接就不客气啊。谢谢表榜名。随便丢，帮忙一起捡，随便丢。等一下，院长，等一下，院长，妈咪走出去，人家把我带到警察局怎么办？人家妈咪刚有跟他说，当雪人不可以一直讲话，因为吃到雪。真的吗？啊！好，再一次哦，最后一次下雪喽！哇！院长，哎，你们轻一点，听音乐，听音乐，等一下，听音乐，听音乐，听音乐，不能讲音乐，放音乐，哎，来。